Five, six, seven, eight. I am ready to go home. 是小朋友的爸爸吗？我先有剪辑事情，是不是？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我现在可以讲电话。小朋友不喜欢学校的溜滑梯是白色，然后想要它是黄色，是吧？这一点我会再跟学校反映。那他这一次没有考第一名，我在想应该不是像您说的一样，是我觉得他平常表现都很好啊，那可以就是认真的写一下作业，不要都不交作业啊，或者是平常上课可以认真一点，不要大吼大叫，还有站在桌子上。对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你家小孩打篮球，所以我扣了他一个好脖子，然后你现在要告我们校长的意思。我觉得我们有比较圆融的方式去处理啊。对哦，您是说要我跟校长在校门口罚跪，然后您才会原谅我们是吗？哦，是这样子，您认识议员哦。那要不要跟议员一起被撤？遇到恐龙家长真的会头痛，隔着荧幕都能感觉到无奈。对话内容一点都不荒谬，超级真实的啦，请他们滚回侏罗纪。那个眼袋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事。Respect 老师们。